帅，高，身材好，听说身材炫酷。其实魅力真的是要靠眼神跟这个感觉吧。我觉得男生的魅力是非常简单的，只要你去认真做一个东西，你的魅力就出来了。啊，我的魅力有的时候在篮球场上，会非常，会看得出来，因为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去打球，努力，想得分、赢球这样子。包括是在做一个东西，可能在放歌打 DJ 的时候，我也是非常专注。我觉得这种魅力，专注的魅力是最美的东西。